作为国际养生专家、中国文化使者，佛豪致力于通过系列养生产品，把健康和美丽、爱心与幸福传递到世界各国。如果把养生比喻为一棵大树，那树根树干就如同是健康，而美丽则是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和果实。佛豪养生产品则可以简单分为健康系列、美丽系列。佛豪健康系列养生产品包括保健食品、保健器具，通过调其阴阳、清其有余、补其不足，打通人体经络穴位，使人体气血畅通，以保持阴阳平衡，恢复身体健康。佛豪健康系列养生产品的核心即是有调、清、补三驾马车之称的佛豪口服液、三清口服液、三宝口服液，配方均来自国医大师唐牛之教授，依据中医阴阳平衡、五行生科的思想研发而成。主要原料以中药极品冬虫夏草与其他名贵中草药如灵芝、猴头菇、银杏叶、拟黑多次蚂蚁提取液等，按君臣佐使完美搭配，且均采用离子渗吸低温提取技术、细胞破壁技术、活性成分液体覆膜技术等专利技术，让配方中的各类中药材药效更显著。养生是调清补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，通过一调二清三补，即调和阴阳、清除毒素、补充元气，最终达到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最高养生境界。从2001年诞生到现在，调清补系列口服液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，在80多个国家被不同民族、不同年龄段共计2000万以上的人群服用，没有出现一例有副作用，是可以长期服用、大量服用的养生产品，完美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医中药阴阳平衡的精髓。保健器具代表经络通养生仪，把中医针灸、推拿、刮痧、拔罐、艾灸等手法融为一体，通过特定理疗方法作用于人体经穴，能快速、安全、有效打通人体经络，使人体气血畅通，实现脏腑阴阳平衡，达到防病、治病、养护机体的目的，解决了传统理疗需要专业人士的难题。人人可学，一学就会，让中医养生变得简单有效，真正开创家庭理疗新纪元。能量养生膏可直接透皮吸收，通过穴位给药，内壁外治，不打针不吃药，快速止痛，可配合经络通养生仪使用，也可单独使用，效果显著。经络通养生仪搭配佛豪调清补核心系列产品，能使口服产品吸收利用率大大提高，对疾病的辅助治疗和健康养生有着事半功倍的神奇功效。接地宝套装，接地气，不生病，最安全的养生疗法，睡觉也可以养生，无任何禁忌症，可激活人体自我疗愈机制，帮助睡眠，消炎镇痛，维持健康。此外，灵芝胶囊将灵芝与虫草进行科学配伍，是呵护大脑健康的佳品。血清肤胶囊内清血栓，外柔血管，辅佐三降，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服用。六味茶采用六味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配伍而成，口感润滑甘香。玫瑰寡糖双向调节腹泻和便秘，排毒养颜，老少咸宜。高纤营养片是营养塑身的纯天然养生食品，可长期服用。海藻钙软胶囊以优质海藻为主要原料，采用液态钙制剂，极易吸收。稻蒜油高纯度，有独特的抑菌杀菌、降血脂、降血糖、保肝抗流的保健作用。1090代餐能辅助降血糖、润肠通便、减肥代餐。青藤博士茶精选多种名贵茶叶互配而成，好喝又养生。佛豪美丽系列养生产品包括个人护理用品、护肤品，其代表矿物精华液采用获得诺贝尔奖的 PCR 技术，含有大量的天然矿物质精华，能释放液态远红外线、负离子，具有嫩滑、净肤、紧致、抗皱四大功效。皇家养颜系列护肤品
传承数千年中草药美容护肤精髓，萃取天然植物精华，有明显的补水保湿、提升紧致、除皱抗衰老效果。保湿面膜蕴含丰富的天然石斛精华提取物，能深度滋养，改善肌肤纹理。凤凰微雕塑形内衣，形体雕刻大师，精雕细琢，健康优美身材。采用十大全球顶级材质及工艺，拥有六大核心效果，解决五大问题身材，更轻盈，更安全，更塑形，更健康，更舒适，更时尚。一直以来，佛号坚持效果不显著的产品不做，不是天然成分的产品不做，没有核心技术及养生文化内涵的产品不做，确保佛号制造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原料好、配方好、工艺好、效果好、文化好的五好产品。产品的背后是文化，佛号健康和美丽系列产品体现了佛号三大养生学说，饮食养生、行为养生和心理养生，承载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文化，承载了中国的养生文化，承载了中国哲学和中国精神。佛号也因此成为了国际养生专家、中国文化使者。未来，佛号将牢记弘扬养生文化、造福人类生活的企业使命，立足佛号制造，践行佛号精神，传播佛号养生，将健康和美丽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